Five, four, three, two, one. 评审、老师、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我今天将要讲的故事名为《狗、公鸡和狐狸》。狗与公鸡结交为朋友。有一次，他们一同外出赶路。到了晚上，夜幕降临，四周一片漆黑。公鸡跳跃到树枝上，在树枝上栖息，狗就在树下面的树洞里过夜。就这样，这两个朋友安安稳稳地度过这个夜晚。黎明到来了，公鸡像往常一样高高站在树枝上，拖扇着翅膀，伸长着脖子，啼叫起来。哦哦哦哦！这时候，有只狐狸听见了，它心想：哎呀，这不是一只鸡吗？这可是把鸡肉送到我嘴边来了。于是，它跑来站在树下，敬敬恭恭地对公鸡说：公鸡大哥呀，你的嗓音真美啊！太悦耳动听了，我正想拥抱你，快下来，让我们一起唱支优美动听的小夜曲吧。大公鸡听见狐狸的声音，心里一惊，他知道狐狸是专门吃鸡的大坏蛋，他的话当然不能信。可是公鸡不会飞，狐狸在树下。只要公鸡一下树，就会被它给抓住吃掉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可是聪明的公鸡装出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，它回答说：哦，是公鸡，是狐狸呀，我也想跟你一起下来唱歌，可是呢，现在门打不开，你得去叫醒那个看门守夜的，让他把门开开，这样我就可以下来了。狐狸连想都没想，立刻去叫门。他走到树洞边说：开门的，把门开开，公鸡要下来跟我一起唱歌了。这时候，在树洞里睡觉的狗听见了，它一下子从树洞里钻出来，一口咬住狐狸的脖子，把它咬死了。这时候，公鸡高高兴兴地从树上下了，它和狗又一块去赶路了。你看，这故事告诉我们，聪明的人往往危机不乱，可以俏秒而轻易击败敌人。谢谢。每天多学一点，悦耳动听，只发出的声音很好听，使人陶醉。临危不乱，指面临危险，心情不慌乱。